吃饭今天吃鲫鱼，还有面筋，还有莴笋。姐妹们喜不喜欢看吃鲫鱼？麻辣没得放，猪鼻子。
这个是用人人会麻辣酱炒的。大家吃，天水麻辣烫来了。这个合肥方是还原甘肃天水的美食，这样的一盒里面有一包定西宽粉，有一包蔬菜包，想不想吃？它不是很辣，它不辣哦，但是它很香。他们家这个品最近卖的超火，咱们去不了甘肃也来吃一吃甘肃的美食，他们都说甘肃这个麻辣烫不辣就是香，看起来红红的，那个好吃上面都是做的了。煮这个全程只需要1分钟，水开下锅，糊弄两下出来，带上调料就行了。